哇，你们什么情况啊？集体补钙啊？问美嘉。特殊时期，远离酒精，大家亲亲我。那你还吵着要来酒吧？我只是不能喝酒，又不是不能凑热闹。为了更好的胎教，我要带他多走走，多看看。才这么点时间，他还没成型呢。谁说的？我昨天晚上贾斯汀·比伯的 CD， 我清楚地感觉到，他在跟着音乐打节拍。哦，这宝宝果然不是一般人，连贾斯汀都认识，却不知道自己亲爹谁啊！我是说，说的也没错啊，单身妈妈特别容易孤单，所以我们要营造一个热闹的假象，太有必要了啊！就算这个孩子没有爸爸，但至少啊。 他嘴贱，你千万别往心里去啊！哎呀，没事儿了，我都想明白了，单身妈妈一样可以活得很快乐啊。历史上有很多我的榜样，比如说孟子他妈、岳飞他妈，还有女娲，都是我的偶像。女娲也是单身妈妈？她数学是体育老师教的，历史是数学老师教的。女娲的孩子都是用泥巴捏的，什么时候靠过男人？ 现在明白了，孩子就是女人的寄托，有了她，谁都无法阻止我活出伟大。从你的验血报告来看，显然你没有怀孕。这个打击好像大了点吧？你没怀孕？怎么会这样？验孕棒过期了？ 也有可能是药物副作用引起的假孕反应，你最近吃过什么药？山药算吗？你不是听到孩子跟着贾斯汀的节奏打拍子的吗？典型的胃胀气。可是我最近连酒都没喝。牛奶喝的太多了，我推荐你改喝养乐多。难怪最近我的肚子也一直在。这打拍子，我都半天是个乌龙，怎么不早说？早他也没验血啊！哎呀，对不起了大家，要不然我下次再努力。还下次？不知道这算是好事还是坏事？我连给宝宝的卡片都画好了。如果美嘉没怀孕，这么说子乔是无辜的？你还真相信那些寻龙指甲破硬币啊？美嘉，美嘉，我有话跟你说。你先说，不，我先说。我觉得美嘉的事儿比较重要。闭嘴。 检查报告出来了，我没有怀孕。我就猜到了，这你也能猜到啊？第四重，这一定是第四重，还有完没完？ 让，老虎来了！小布。 怎么了？哦，我没事。呀，你居然会说话！居然还骗我教你发声训练，骗子！是你的功劳。要是早点参加你康复班，没准我早就能说话了。你听我说话，所以。我叫 Emily。 子乔，最近看你不在状态吗？我猜猜你在担心美嘉的事儿。不是我的，我是无辜的。看，非得。您说孩子是你的。啊，对不起，条件反射。其实你猜对了，我最近总是在琢磨到底是哪个孙子干的，所以我老走神儿。你懂我的，我眼睛里容不下一粒沙，何况美嘉是我们这么好的朋友。 怎么能袖手旁观呢？男人的责任心呢？
别太上升。心理学上说，一件事情百思不得其解，来回琢磨，这是强迫症的前兆啊。强迫症？我？你想多了。我们学校有个教授，平时挺好的，可是突然有一天，他开始纠结早上出门有没有关煤气，就发病了。他一整天坐立不安，回去一看，果然没关，全家都烧光了。后来他就彻底抑郁了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防火安全是多么的重要，同时也告诉我们，没事就别老瞎想，很容易脑残的。心理素质一流，没问题 ，hold 得住。强迫症可得重视一点啊！啊，要不你去看看心理医生吧，我就认识一个，挺不错的。不用。你好，我叫 Jason。大夫，我有个朋友，最近有些困惑。这儿没别人，你不必掩饰。我是专业的心理医生，你看到那块匾了吗？妇女之宝。书法呢，得从右往左念。宝之女妇，是宾至如归。所以呢，在我这儿，大家不用拘束，开诚布公，坦诚相见。我不是让你脱衣服。既然这样，我就不瞒你了，我这朋友并不是别人，他就是我的表弟。继续。这是个离奇的故事，我表弟和他的一个异性朋友关系比较密切，某天他们擦枪走火，事后那个女孩告诉他，她怀孕了。不算离奇啊，典型的伦理剧。可是我表弟长得很帅，偶像伦理剧。但是这个女孩又澄清，孩子应该不是我表弟的。偶像伦理悬疑剧，有收视。那您看能上黄金档吗？从发行的角度来看呢，跑题了。啊，我就是想问，我表弟应该怎么办？咱们假设一下，从现在开始，你就是你表弟。我试试。我还要替那个女孩问一个很关键的问题。爱过。你确定？刚才谁在说话？你有顾虑呢，也很正常。毕竟这事关重大。不过我给你的建议就是 ，follow your heart。我能 follow 还用问你？不是问我，而是问你的内心。这样，我们稍稍做个催眠，让你的潜意识来告诉我。催眠？科幻片看多了吧？我在美国接受过最正规的催眠训练，而且我还有最专业的装备。溜溜球，貌似怀表更专业吧？今天盗梦空间的那套装备忘了带了。你凑合着用。效果差不多的，集中注意力。大夫，这玩意儿弱爆了。人的脑波分四种，阿尔法波、贝塔波、西塔波和德尔塔波。我们放大阿尔法波，减小西塔波，调整反射弧，让它临界于西塔波和德尔塔波之间。算了吧。我这差不多了，哎，我这就上线，等我啊。坑爹医生，还真以为把我催眠了，要看看你卖的什么药。小心三棱怪，亵渎瘟疫，武僧走位啊！郭建说顶上去，顶上去！靠，哄客人睡觉，自己玩游戏，完了还计时收费，慢慢玩吧，老子不陪你了。子乔，子乔，子乔。
听说你最近有心事。啊？没事啊。公司遇到点危机，刚和卡塔尔谈了一个石油钻井项目，现金流有点吃紧。只要你一句话，我可以立刻让我爹爹给你出资。我是男人，不想被别人说是靠女人上位的，即使是我爱的女人。别那么纠结，生活不光只有事业。我知道，还有你吗？我是说你的家庭，他既然有了你的骨肉，你就该给他一个名分，不为他，也是为了孩子。什么孩子？什么家庭？我不介意你的过去，但是我介意你的为人。你肯定是听到什么谣传了，我给你解释。你已经让我很失望了，别让我瞧不起你。这，喂。要不谈谈注资的事情啊？哎，你爸贵姓啊？小波。波比。你没事吧？脸色好差、啊。可能是水星逆行，诸事不宜。不过幸好还有你。好久不见，我可想念你了。看，我还给你带了礼物。真的吗？你真是太贴心了。上次我从罗布泊探险回来，我就一直想要一双新的登山鞋。看看看看，我们真是心有灵犀啊！尺寸小了一点吧？我知道你在为宝宝的事情焦虑，不过初为人父嘛，都是这样的。我想你早晚用得到它。你又是从哪儿听来的？放心，我不是来抽你的。就算我们以前好过，好聚好散，大家也是朋友嘛。散？我什么时候甩的你？是我甩的你。不过大家相识一场，我又是做婴儿服务的，婴儿摄影、婴儿理发、产后康复，找我一站搞定。哎，母婴产品也有优惠。这一定有阴谋。美嘉不是还过你清白了吗？有人故意整我，否则为什么我之前的相好一个个都来跟我道别，还祝福我做个好爸爸，连产后一条龙服务都来了。阿姨妈，关谷。是不是你在外面散布我谣言，说我要做爸爸了？胡说，对我有什么好处啊？否则外貌人人都知道，难道我脸上有字？借手机给我看一下。帅得很依旧啊。我要做爸爸了。我怎么看不见？魔法还是巫术？谁这么低级趣味？我也是刚刚看的。这书法苍劲豪迈，我们可写不出啊。一定是那帮女生。不会的，悠悠已经脱离低级趣味了。说不定是向下脱离的，比低级更低级。也许就是个恶作剧，你就别吓唬自己了。就是啊，疑神疑鬼不是你的风格。哎，要不找点乐子，重重喜。今天风向不对，我待在家里比较安全。对，就是在家里。如果告诉你一个小时之内有个超级大 party， 你会不会振奋一点？终极制服派对，来不来？你们搞的，你们终于进化了。哼！你这是什么制服？你没搞错，制服不是睡衣啊！你们不懂，这是我的龙袍睡衣，也是我神龙摆尾的制服。这不正式啊！你们看我戴着领带。今天晚上没有他，没有恶作剧，就让我们重回自信，策马奔腾。有没有治愈系？嗨，嗨，派对不错嘛！茫茫人海，我一眼就看到了你，南丁格尔小姐。你很特别。你想看什么科？内科。一看到你，我就感觉自己在发烧。你弄错了，我可打不了退烧针，我是妇产科的，专给女士打保胎针。讨厌！你搞什么？对不起，我对这个科室过敏，我刚才只是呛到了，我会把感觉找回来的，没事。会好的。
难怪关谷找的目标太逊了。目标锁定。老师好。同学们好。啊，介绍一下，夜行小神龙吕小布。Hello， 先生。啊，我认识你，你是小小布的爸爸。家长会模式。老师您辛苦了，请我喝一杯吧，我们可以谈谈小小布在学校里的表现。孩子不是我的。嗯，这不会揍我？哎，我朋友的意思是孩子的功课不归他管。那妈妈来了没？我可以跟他谈谈。我都说了不是我的，我哪知道他妈是谁？你真无趣。他就是孩子他妈。你脑袋短路了是不是？我好心帮你办 party， 你就这么糟践自己啊？还糟蹋我？我看他八成是心理有问题。不可能啊，一定是哪儿错了。难道是我制服不对？我早就说了不要穿这件。俗话说八字不够硬，龙袍穿不进。我只有这身金闪闪啊，上哪儿换去啊？大外孙。勇勇，你怎么来了？听说子乔有难，特地赶来支援。支援什么呀？我现在需要一套制服，改变我八字的制服。早就给你准备好了，赶紧换上吧。这么贴心。这一下霸气多了。这是袋鼠装，这是传说中的好爸爸制服。等等，加上这个就齐了。等等。我又不是爸爸，赶紧给我脱下。别呀、啊，你不是要改八字吗？这套正如你愿。哎，你们联合下来整我是吧？忽悠我说制服派对，然后逼我就范。这不是一个制服派对，其实这是一个惊喜派对。喂喂，这是个误会，我什么时候承认过？别说了你，看你背后。别想做爸爸了。是道具，这不是真的，这是恶作剧，大家都别相信啊！那你胸部的宝宝也是道具？当然。刚才这是个梦。我只睡了五分钟。难道我真的被催眠了？小心三棱怪，谢无意，我想走位啊！东京手顶上去，顶上去！掉金装，掉金装，掉金装呀！啊，这都什么垃圾装备？居然还在打！嗯，我为什么要说还在？坑了个爹的，收了我钱就让我做了个噩梦，老子才不付钱！喂，小黑，帮个忙，帮我弄张船票，我暂时避避风头。就为了个风流债，老婆，不至于吧？幸好是个梦，我算明白了，这次麻烦非躲掉不可。哎，我说，你这败人品的事儿可不提倡啊。喂，喂，早晚瞒不住，到时候就噩梦成真了。是兄弟就别废话，要么想法帮我，要么你来替我。你神龙摆尾的时候怎么不找我替你啊？这会儿找我替身，你当我顶包师啊？顶包师。还面包师呢，你那么能耐，有种立马给我找一个。我不跟你说了，他们回来了。没想到心理治疗对芷乔那么管用。我就说早该推荐他去的。别胡说，芷乔一直是个好男人，治疗并没有改变他，只是激发了他内在真善美的灵魂。没错，对于好男人这个称谓我排第二，只有他能排第一。你们是对的，从今天开始我得对他刮目相看。这个结局太美好了，刚刚芷乔跟美嘉表白的时候我真的哭花了。表白哇，欢迎回来。这货是谁？嘿嘿嘿，被大家原谅的感觉真好。哎，原谅你的感觉更好。芷乔，你对我真好，其实我心里都明白的。芷乔，
你们一个个舌头都被烫过了吗？其实我只是做了一件我早就该做的事。那你是怎么想通的呀？说来也怪，昨天晚上呢，我做了一个梦，这个梦里面有一个旋律。其实我也明了，每个人都骄傲，能够一起到老，那比什么都重要。歌词温馨，旋律上口啊！歌词是你写的吗，志乔？其实这个旋律早就存在我深深的脑海里，我的梦里，我的心里，我的歌声里。说来惭愧啊，直到今天我才有勇气把它表达出来。你已经用行动狠狠地扇了我们一个大耳瓜子，除了祝福我们还能说什么呢？啥都别说了，唱吧。唱什么呢？祝福纸桥之歌，我跟关关都写好了，就差和弦了。哎，纸桥，这是你的箱子吗？你要去哪儿啊？我想啊，既然我们都已经在一起了，不如我搬到隔壁跟你一块住。抱歉，我还没有征求你的意见。他想占你便宜，上他们家，如来神掌。如果真是这样的话，那我会幸福死的。不行啊，一个美嘉搬过来，我们不舍得纸条。展博刚走，隔壁地方大，以后有了宝宝需要空间的呀。给我刷的小姨妈呀！别争了，大家在一起才是最重要的。要不135住这里，246住隔壁吧。好主意啊！那是个天呢？当然是我们的。二人世界，哇，那还等什么？今天是单数，赶紧帮美嘉说一搬家呀！哎呀，没事的。谁叫他们？把你这个厨子拉过来！喂，谁同意美嘉拉过来的？喂，你不是已经走了吗？认识我，是你叫来的。敢问这位兄台，你他妈谁呀？我就是你预约的顶包师。小黑找来的，这服务忒快了吧？我呢是听到你的召唤而来的，随传随到是我的专业素养。素养你个头啊！这算什么鸟职业？顶包师他不是普通的职业，平常呢你是看不到的，但一旦动心起念，影响了时空的秩序，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出来维护平衡，避免不可预计的混乱。这么说吧，如果你离开了爱情公寓，你所存在的时空就会出现一个大坑，而我呢，就是那个替你天坑受过擦屁股的人。可我还在这儿。我也奇怪，按剧本来说你应该已经走了，而且咱俩不应该有对手戏，难道是通告发错了？听着，六儿，你从哪儿来就我回哪儿去，这没你的戏份。对不起，顶包工作已经开始了，我要履行我的职责。可你不是我。我本来就不是你，我是吕芷乔。呸，这什么狗屁名字。我也不喜欢，谁叫我就抽到替你顶包了呢？你看看你捅出这个篓子，你知道我要花多少功夫才能摆平吗？你已经摆平了？你说呢？要不你试试？哎呀，反正你都要走了，这不正是一直你所希望的吗？没有负担，从此以后可以继续策马奔腾。嘚儿，这眼不见为净。等我把状态找回来，再来找你。刚才不是这样的。放心，顶包顶全套，我很专业。喂，哎，好，哎，我这就去。趁他们没有发现你，赶紧先走吧，这里交给我好了。你要去哪儿？他们说要给我和美嘉庆祝一下，男人的责任心呢？哎。
官，你给我回来！进，我们最可爱的室友，纸条，干杯！小姨妈有礼物要送给你，育儿基金，从今天开始随便刷。虽然是我的信用卡，但是可以把钱借给自己最好的朋友，那是武上的荣耀啊！哎，说什么借？来，拿去。从现在开始，我的车就是你的车。我们还网购了好多的母婴用品，可以放在后备箱了。等一下，这怎么好意思呢？从今以后，我会尽快的找一份稳定的工作，让我的家人更有安全感。听这话说的，多爷们儿啊！小雨露，记录记录。婶儿不可忍了，我就在这儿，我哪儿也没去。别听这个死猴子妖言惑众。记完整那句，哎，这怎么好意思呢？也要记下来呀。整人游戏到此结束了，我翻脸了，我真的翻脸了，你们都看不见我吗？志乔，以后我也会努力工作赚钱，帮你分担的。因为孩子的主要责任还在于我。胡闹！我是男人啊。对。我要告诉大家一个秘密，其实那一晚是我强迫他的。原来我们都错怪纸桥了。哎，这是你出去挣钱了，我在家里也没事吧？你要做的就是放飞理想。如果要飞得高，就该把地平线忘掉。唱。盼了好久，终于盼到今天。等了好久，终于把梦实现。那些不变的风霜早就无所谓，累也不算累。刘小八，你在这儿啊？小八，连我小小号都到了，我看你怎么应付。介绍一下 ，Jenny， 波比，是我们在酒吧里为你搭讪来的。为我？我们不在的时候，他们可以帮你打发寂寞。我的心里除了美嘉之外，已经容不下任何其他的异性了。我们可以当备胎啊！住口！你们两个损友，这不分明挑拨我和美嘉的关系吗？夫君息怒。其实这一切都是我安排的。什么？我知道，你是个狂放不羁的男人。何德何能把你拴在我身边？你是我的，也是世界的，怎么忍心让你为了我压抑寂寞？所以，我才特地恳请曾老师，还有关谷，帮你找了两位姐姐。这样，我心里会好受些。美嘉，你怎么能这么说呢？不过，既然你这么坚持，那我就勉为其难，恭敬不如从命了。哎呀，现在已经大团圆了，不如我们开个 party 吧。飞行棋派对怎么样啊？够了，看看飞行棋在这儿，我才是真正的李子乔。这是我的注册商标，你没有，假货。那又如何？你已经没有身份了，大家都看不见你，没发现？是你动了手脚，把我的世界还给我。你以为如果换作是你的话，会有一样的待遇吗？就算大家杀了我，我要待在这里，而不是看你这个猴子在这表演。还想动手？答对了。跟你说过了，你已经不存在于这个空间了。我看是因为压根就不存在。如果我不存在，那这是什么？靠！居然还是个梦！我到底做了几个梦？大菠萝放地牢了，别被他抓住，笨！这
是在做梦吗？喂，子乔，你在哪儿啊？小姨妈，你认得我了？你终于认得我了！说什么呢？美嘉在不在你身边？废话，当然了。我刚才做了很奇怪的梦，我明白了，我要决定自己的命运，绝不允许别人替代我。快把电话给美嘉，我跟她商量一下，我们一定会有两全其美的办法。这种时候还谈什么？快到医院来，美嘉要生了。生？她不是刚怀孕吗？你穿越了，都怀了8个月了，突然早产，我们早都到了，你还在干嘛？快点啊！得。这还是在做梦，鉴定完毕。恭喜你呀！你游戏终于打完了，快告诉我到底怎么回事。跟你想的一样，做梦了。都第三个梦了，还没完。不是第三个，是第三重梦境。不过恭喜你，你已经知道自己在做梦是很难得的状态了。有屁用，都是假的。梦是假的，但是它反映出你内心的想法。却很说明问题。老子不玩了，为什么还不行？这不科学。《盗梦空间》看过没有？你见过莱昂纳多掐自己就能醒过来的？什么意思？梦境越深，痛感越弱，要醒也就越难。除非从高空跳落、巨大爆炸，或者受到重大打击什么的，才能醒过来。我这就去买炮仗，跟你同归于尽。你就不想看看，这孩子是不是你的？这可是 follow your heart 最好的机会了。接受还是决绝，面对还是逃避，看看孩子像不像你，不就知道了。好，反正是做梦。没人能拿我怎么样，这就去产房。拜托，这是梦，还用跑的？这样都可以？哎，子乔，你好快啊！我才逛了1分钟哎。哼，我的境界岂是你们这些梦里的凡人可以理解的？梦里，这家估计还没醒呢。说对了，我确实没醒啊。哎，美嘉人呢？刚进去，他突然早产，吓死我们了，打了救护车就过来了。亲爱的，你忙晕了，我们没叫救护车，是一飞开车送我们来的。可我明明听到警笛了呀。那是曾老师的口技，路上的车都让开了。有没有医生？美嘉怎么样啊？病人早产加难产，还有胃胀气，需要马上手术。你们谁是他的亲属？我们都只是他的室友。那谁是他的爱人？我算吗？随便了。什么叫随便？人命关天呢，到底是不是？嗯呐。那个他比较含蓄。对，是的话就应该在第一时间站出来。病人很危险，我们需要能担责任的人签字。就是他。嗯。如果你真是病人的爱人，请你提供证明。这怎么证明啊？做一下这份调查问卷，我们自然可以判断。你了解你的爱人吗？调查表。你的爱人喜欢吃甜的还是烫的？他玩手机常用哪根手指触屏？他上厕所爱看哪种杂志啊？他吃香蕉时一般把皮剥成几瓣？喂。这么妖孽的题目，你们还真会大声的念出来啊！这很说明问题啊！还愣着干嘛？做梦啊？做题呀？我梦里的人还能再扯淡一点吗？对啊，我骂这帮 NPC 有什么用？对不起，不及格。哎呀，我就说是中指，子乔，你瞎听什么呀？他爱看装男人啊，装男人！这么离谱的题目，我怎么知道呢？哎。我说你这个爱人不会是顶包了吧？按规定，我们不能接受你的签字。别呀，医生，你再给我们一次机会吧，救人要紧呀。这次再不行，我分分钟切他的腹。好吧，那你再做这张。那些年你爱人为你做的事，调查表。他为你的放荡不羁吃过醋，
生过气吗？他为你做过点心，烧过菜吗？他原谅过你的过失吗？他吻你的时候流过泪吗？别念了行吗？这些题我们真的不知道。恭喜，满分！你的签字有效，可以进去了。刘先生，陈小姐已经错过了最佳的抢救时间，非常抱歉。你耍我呢吧？我们尽力了。病人家属赶紧进去一下，病人情况很不好，他有话要对你说。都怪那个医生，做什么莫名其妙的题目。不过第二章，我满分哦。时间不多了，我有几句话想跟你说。你说。孩子，你看到了吗？还没。是个男孩，大家说他应该叫小小布。他姓小，他姓吕，是你的孩子。吕小小布，长了点吧。可是很霸气，不是吗？那个晚上，你帮我抢回手链的那个晚上，你还记得吗？记得，我都记得。我怀孕之后，一直都很纠结，但是我最后决定把他生下来。童话说雨后太可爱了，那必须的，却不曾说过他爹这么帅。赵薇，不过你应该早点告诉我。我了解，我想比你。我知道你本质不坏，你只是我看到的。我想跟宝宝一起等，光芒凝结于你我的那片天，不再追问你为何不能停留，微笑看见。等你少看点偶像剧，你别说傻话了行吗？帮小小部长替我把关，我那么多女朋友，我挑不过来的。找一个你了解的、你在乎的，知道他喜欢吃甜的还是辣的，知道他玩手机用哪根手指的，知道他上厕所。喜欢看什么杂志，
知道他吃香蕉会不会生气吧？还要找个肯为你吃醋，就算生气也会给你做饭，原谅你的过失。记得多问他，不要让他的眼泪掉在地上。记得好好照顾小小布，否则我一口盐汽水。这只是个梦，这不是真的。雨后的天空中，美嘉，美嘉，美嘉，感觉怎么样？有话说出来会舒服一点。你给我说，梦境越深，痛觉越弱，你骗我。怎么了？痛。这儿痛。恭喜。你终于找到心脏的位置了。谁是孩子的父亲？目前孩子的情况很不稳定，需要输血。我们急需找到孩子的亲生父亲。对不起，孩子的亲生父亲，我们真的不确定。我确定。孩子是我的，我就是父亲。不。我才是孩子的爸爸。六耳猕猴，放心，我来顶包了。有没有搞错？你是上层梦境人，怎么跑这层来了？问你啊，这是你的梦，你的梦境很不稳定，小心。小你姨妈家的西瓜皮啊！你的意识已经串线了，这样下去，你会掉到limbo世界去。该掉进去的。是这个混蛋，我跟你同归于尽。你醒了。这一觉你睡得挺香啊。你应该在隔壁玩游戏。不，你在产房。不，你说我去了林堡。你的梦还挺丰富的，找到答案了吗？等等，我现在是不是还在做梦？看你怎么理解了。人生本来就是一场无尽的幻想，所谓花非花，梦非梦。快告诉我怎么才算真的醒了。这是你的盗梦图腾，如果它能停下，就说明你真的醒。停！忘记告诉你了，这个陀螺是美国进口的，又叫无阻力小旋风。外加你刚才扔的时候力气大了点儿，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停。早说！再等等吧。友情提示，我们这里是按小时收费。你这些太好赚了吧？看飞碟。
美嘉，美嘉，我有话跟你说。你先说。不，我先说。我觉得美嘉的事儿比较重要。闭嘴！检查报告出来了，我没有怀孕。我就猜到了，这你也能猜到啊？第四重，这一定是第四重，还有完没完？除非从高空跳落、巨大爆炸，或者受到重大打击什么的。多大的事儿？哎，算了算了算了。碰一碰那酒杯，忘记吧为什么。